爸爸，你打怪兽能带我一起去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小赛，爸爸现在就带你去。小赛和爸爸都走了，这下我清静了。我来敷个面膜，美美的睡一觉吧。妈妈，我放学回来了，你在哪里呀？鬼呀！鬼什么鬼呀，臭丫头，我是妈妈呀。妈妈，你脸上的面具也太吓人了。这个可不是面具，我在敷面膜呢。妈妈，那我能和你一起敷面膜吗？当然可以，有老虎的，有熊猫的，还有青蛙的，你想要哪个？我要青蛙的。好的，我们两个一起快乐敷面膜吧。熊啊，把你的蜂蜜给我吃吧。嘟嘟给你蜂蜜。嘟嘟能把你的蜂蜜给我吃吗？我好饿。好的，小鬼给你蜂蜜。熊二，我还饿，再能给我点吗？光头强在那里呢，你问问他有没有吃的。光头强，你有没有吃的？小鬼，我有吃的也不给你。你抹粥。我不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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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抹粥。宝贝们，我买了三个冰淇淋，谁爱妈妈，妈妈就奖励你们冰淇淋。我爱妈妈。我爱妈妈。哥哥怎么不拿呀？你不爱妈妈吗？就这一个了，我要给妈妈吃。咦，有人敲门，我去开门。弟弟等一下，先不要开门，最近小区里有怪兽出没，我们要小心一些。等会儿你先拿着这个探测器，它能帮你识别出怪兽，如果有怪兽的话，你就拿你的玩具枪打它。好的，那我先打开门看一下。原来是小区的保安。哎呀，不好，这两个保安是怪兽假扮的。弟弟，赶紧拿玩具枪打它。大头说他的小狗狗能变大，今天我就来试一下，赶快变大，赶快变大，赶快变大呀！哼，根本就不能变大，大头竟然敢骗我。小头爸爸让我来试一下，快看，我拿了一个锤子，赶快变大，赶快变大。哎呀，这怎么变不大呀，大头肯定在吹牛。爸爸妈妈，我才没有吹牛呢，不是你们这样玩的。其实这个叫伸缩狗，快看，这样一拉它就变大了。我再来变一个，一拉，快看，变大了吧，它还可以变成各种形状呢。哇，我小头爸爸也来试一下，一拉，哇，真的变大了，可真好玩。那我围裙妈妈也要来试一下，一拉，太好了，真的变大了，我变，我变，我变，变变，哦，可真好玩呀。放学了，等着爸爸来接我。乔治爸爸骑着毛驴来接你了，快点上来吧。骑着毛驴回家了。大头，爸爸开着三轮车来接你了，快上车吧。回家喽。小鬼爸爸也来接你了。爸爸，你为什么没有骑车来呢？小鬼啊，爸爸没有车，我来背你回家好不好？你工作一天辛苦了，我不想让你背着，那我们走回家吧。小鬼，你真是个好孩子，我们回家吧。你不能和爸爸一块去打怪兽，咱俩的胳膊呀都受伤了，等爸爸打完怪兽啊就来接你了啊，快点走吧。坏了坏了，我游走了，找不到自己的爸爸了。哎，红色的衣服，爸爸爸爸，你是我的爸爸吗？小奥特曼呢，虽然我是红色的衣服，但你的爸爸呀是高高的个子。哎，高高的个子，这个呀一定是我的爸爸。奥特曼呢，我可不是你的爸爸，看看，我是一只臭袜子。你的爸爸呀长着一双大大的脚，一双大大的脚，爸爸爸爸，这个呀就是我的爸爸了。奥特曼呢，我也不是你的爸爸，我是小朋友的一只鞋。小奥特曼，爸爸回来了，爸爸呀再也不离开你了。坐上我的小汽车，我要去打怪兽了。奥特曼呐，这个呀可不是你的小汽车，这个呀是我刚买的小汽车糖，这个呀才是你的小汽车。打开车门，小车呀，停停停，你的车钥匙啊在这儿了。
猜猜这个是什么？奥特曼手表。还真的是奥特曼，猜猜这个是什么？奥特曼猎歌记。不错，又猜对了。猜猜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棒棒糖。还真的是棒棒糖，给你了。我的拖车发出的声音是这样的。消防车发出的声音是这样的。我的直升机发出的声音是这样的。直升机后退。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，我把糕点带给外婆尝一尝。她家住在遥远又僻静的地方，我要当心附近是否有大鬼。哎呦，佩奇乔治一会儿找我玩，我可不想陪他们玩，我还是躺着装睡觉吧。爸爸，爸爸，陪我们玩啊，你起来。是啊，爸爸，你怎么躺着睡觉了？该陪我们玩了。嗯，乔治，难道爸爸真睡着了？哎，我有了，条数挠他的脚心。哎呦，好痒好痒，我要忍住。这都没醒，看我的，我上他耳朵喊去，起床啦。哎呀妈呀，震死我了。我不能起来装睡，还没起来，找妈妈。好的，妈妈，爸爸就是不起来，看我的啊！猪爸爸，哎呀妈，猪妈妈来了！妈妈还是你厉害，只是喊了一声猪爸爸，爸爸就起来了。姐姐不是妈妈厉害，是爸爸怕妈妈。胡说胡说，走了玩去。哼，爸爸，我的汉堡不见了。奥特曼别急，我们去找找。熊猫，你是不是偷吃了我的汉堡？奥特曼，我吃的是竹子，不是汉堡。小猴子，你是不是在偷吃我的汉堡？奥特曼，我没偷吃汉堡，我吃的是甜甜的大西瓜。臭弟弟，叫你抢我的玩具，把你变成小狗狗。又你又把我电脑弄坏了，我要把你变成一只小公鸡。臭小宝，叫你不听话，我要把你变成一只大蜘蛛。嘘，我来给妈妈涂个口红，让她变漂亮。